生活中养生，养生中生活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肾为先天之本，如果肾气不足，人体就会运转比较缓慢，就会出现无精打采、哈气连连。肾气不足，人体的抵抗能力也会下降，容易感冒发烧，还会出现腰膝酸软等情况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补足肾气的锻炼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夹住耳朵，然后上下搓动，每次搓动50下左右。第二个动作，我们将双掌先搓热，然后放于后腰上下搓动，每次搓动50下。第三个动作，我们将双掌心搓热，然后用手掌心搓脚心，左右交替进行，每次搓动50下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双脚心相对，保持这个动作5分钟以上。四个动作每天晚上睡前进行，坚持一段时间就会轻松补回肾气，方法非常简单，贵在坚持。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或收藏，谢谢。